比如像2020年的，哇，先看这一球，左边方向的安打，承接线今年赛季的第128支的安打。来看一下沟通之后的这个球，安杰凯打成了一个右边方向的飞球，二垒手向后退，在草皮接杀了潘杰凯。哇，这个球基哥并没有掌握好，又是一个二垒手，哎，交给谁来处理？结果都没有接到，都没有接到。哇，这个球不知道沟通上是不是稍微有问题哦？因为陈飞林退得很快的情况之下，他到最后是蛮早就转身背对这一颗球哦。嗯，这个球右边方向打了强劲，穿越出去是一支安打，先来二垒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得分。这支四十的安打攻下了第一分了，同一支队第一分。哇，回放落空啊，一点上跑者走啊，但是台钢队这边怕双盗垒啊，这时候有一点投鼠忌器哦。对，吴金龙的球速两好三坏，偏低，形成了四坏保送。哇，这个半局同时队现在有着非常好对平比数的机会，会回到速球吗？这个速球被陈宗廷逮中，在左边方向，这个飞球落地，落地寿星的威力，现在同时队要超前了吗？二垒的跑者现在回到本垒，在本垒这边 save， 这个时候送到了右边方向，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应该是足以形成高飞先打。中外手接杀了这个球之后，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在三垒这边是 safe。那在没有办法再投更多保送的情况之下，只能往好球在中间塞了。哇，又是一个好球在中间了。三垒上的这一分要回来，许哲业也参加了这个半局的打击派对啊。